疼死了。爸爸为了给你做饭都绷得不行了，疼死了。就是那种感觉让你觉得没有任何事情能比我跟孩子在一起更幸福的。当我看他给我贴创可贴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整个心都融化了，别说手了，就整个手进了油锅，我觉得我也都幸福了。